东城日比谷开幕于2018年3月底，坐落在热闹的银座游乐町区域。我们现在来到6楼平台，带大家看看这边的夜景。6楼的平台有一个免费的空中花园，到了晚上都会点灯，也有提供座位区可以休息，能够远眺皇居以及日比谷区的都市景色。